在今年北京的冬天，一个由平均年龄16岁的7位少年组成的偶像组合时代少年团迎来了他们的出道日。这是国内专业从事养成式偶像培养的艺人经纪公司时代峰峻推出的新一代男团，也是现象级组合 TFBOYS 唯一的师弟团。时代少年团正式出道了，我们是时代少年团。那我在这就宣布，在台上的7个少年，我们的台风少年将以7人的方式今天就正式成团，再次要恭喜7个少年。今天是上编曲课的日子，队长马佳琪早早地来到了编曲室做上课准备。少年们在朝着创作型歌手的方向努力。马佳琪成为队长后，组织了第一次队内会议。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讨论一下，然后一个是之前说的是主题嘛，首张会的主题，第二个是个人 solo， 然后是首张会互动环节的内容。然后大家可以想想有什么想表演的，可以表演以前表演过的吗？哎，其实也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我唱跳吧。对，没有好，可以。然后就是互动环节的那个，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提他。互动，在哪？在台上吧，当时。粉丝的互动。对，肯定是。流水环节那种吗？工作人员现在也在设计，对，然后反正有什么想法，我感兴趣的，就可以说说。最后是比较重要的是首张会的主题，对，就是这个是首张专辑的那个主题，也是出道的活动。那个第7个未来纪元是我写的，第一个是我写的。我比较好奇那个数字风云是谁写的？是俺，是博学多才的俺。时空风暴呢是谁写的？不是我。时空风暴，哪儿啊？时空风暴，时空风暴一般就是。代号 TNT， 我有这个名字。哎，我觉得可以。代号 TNT， 逆风起航，以梦为光。轴，还有新时空启动。很好，我看好你，兄弟。轴是我。哇哦！我觉得未来纪元是不是很不错？车和油，车是离不开油的。它不是三点水的油吗？彼此离不开彼此。哇哦！厉害！我比较看好代号 TNT， 你知道吗？还有代号 TNT， 我比较看好代号 TNT。我比较喜欢代号 TNT。选下一站啊。我投代号 TNT 一票，我投轴一票，这一票，代号 TNT 两票，轴，代号轴。我觉得咱不用这么快定，咱还可以下面去再想一想，可以，再思考，可以可以可以，对，就是反正是科幻的，然后有一点点未来的元素，对，那就先这样，散会。其实刚听到，关于要做队长。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约了地儿去吃了饭。对，他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我还挺，在意他的那些反应。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然后去为团队去做贡献，其实没有什么所谓。
然后我也现在好像放下心去做我现在的队长。对，觉得队长就是像一根绳子一样，是那种穿针引线的人。嗯，在绳子上的珠子发光发热特别闪耀的时候就可以隐去了，等珠子跳脱开的时候然后再穿起来。然后因为也是第一次，对，第一次做这个事情，然后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不足，然后自己有的时候也没那么有自信。嗯，但其实很感谢大家在有的时候去包容我，去鼓励我。对，我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时间吧，就是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什么的。嗯，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好好做好这个事情。今天是录制新歌全校通报的日子。年中的我会是什么模样，不是还没成熟，但我早已经悄悄长大。这个六个字一个单位对吧，或者到时候可以把人声全部mute掉，然后你就跟着伴奏，然后你一点一点弄，一点一点录完了到时候给你录。 okay, 也没关系。然后今天上午上声乐课的时候才听到编曲，对，所以其实如果感觉如果你真正没听懂，可能应该还挺难唱对的。不是因为这歌好像这个本来对音就有点高，它在变声呢，然后那个好多音啥的就是在卡着它的换声点，对，就唱起来挺不舒服，感觉上还挺费劲。经历过变声期的哥哥更知道其中的艰难。在备战首唱会之余，少年们还要准备双十一晚会的节目。少年们成团后的第一个活动是到上海参加天猫双十一晚会，这也是少年们第一次以七人组合的身份在大众面前亮相。可能往后 delay 了，然后我们就先到酒店，然后入住，然后一会儿给他在酒店那个房间蹭餐。好的，来一个分别。
年级本人同时进三个普通职班，分别轮着进，二就只有一个职班，二对，然后第二个他们进了不同，OK， 稍微可以进去了。然后这会儿呢，准备去排练。看各位，让我来拍一下。说好像好了一点，我再去问一下啊。好的。现在在使用。因为我现在有不要抢，你就不做这个动作，你直接走，你别做这个动作，直接走。对，拉太开，拉开走不过来，走不过来，因为他后面那一段他是差不多是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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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八拍就得换一个队形，所以这个时间特别赶，所以我们尽量在六拍一换，六拍一换，留两拍去换这个队形，跳六拍换两拍的队形，懂吗？在流汗，你在睡，不是很厉害。哎呀，怎么回事啊？咋？怎么这么胖？关键有这么难。老爷好胖，给你消了啊！给你消了，刚给我消的。少年们此次新歌的舞蹈邀请了挪威著名的舞蹈老师 Quickstyle 进行编舞。老师们此前曾为防弹少年团等团体编过不少舞蹈，此次他们是特地飞到中国，亲自交手七位少年。It's been a long day. So much.
回到北京后，少年们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关于首唱会的准备当中。世界颠倒也要被你诉说，그여가너무是这种感觉，但是너무여가너무아무느낌없이난장可分分你不可分，乘着超级超勇敢去冒险。成员们平时吃的饭是由阿姨在宿舍做好后送到训练室的。哎，算了，哎呀，没吃过。那所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嘛？用熬生姜把炸啥的这种。就像这种，但是它少说。但是它和酥肉到底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金哥。到底有区别？就是它会很好吃。酥？难道你说酥肉就不好吃吗？对呀。那到底和酥肉？我是在说谎。我是在说黄花菜啊。但黄花菜又和酥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没有联系。哈哈，你都在乱说。对呀、啊。虾边。虾边。还小酥肉。虾边虾边。你们都没吃酥肉。你们都没有吃过小酥肉，跟黄花菜一起做的。哎，没有。我简直是忍俊不禁的笑了。哎，甜米饭买甜米，我真的是搞难喝的，是我真没有提高的。就是一个拼图的游戏，就是可以在台上，就是让工作人员把那种我们的那种宣传的那种照片的板子，就是做一个那种拼图，啊、你懂吗？我懂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拼图它是散的呗，然后我们在台上把它拼到一起的那种，可能就会。会计时，然后就是第一次，然后这个出道的首唱会的主题，还有这种意义是相契合的。就是我觉得做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相对于我觉得做其他游戏来说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挺好。为了不让成员们落下学业，公司在每天早上都会安排老师给大家上文化课。重音错，可是你上面诗为什么写的是旧入？只嫌你两度新，旧入故园常施主，如今。为此宫中，对，然后看见什么了？大雁，看见燕子，大雁，燕子，小燕啊，穿花衣那个不是大雁。在组合节目之后，成员们开始练习首唱会上的 solo 节目。在里面加入了什么你觉得是新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是比较最后一点会比较随意，然后弹钢琴会比较随意一点，然后可能会加一些东西，可能会改一些旋律嘛，就是因为前面是在按照之前的唱，然后呢就说能稍微有一点点小变动这样子，其实别的没什么，主要就是想加一个不一样但是又挺熟悉的感觉。如果是这一次的solo， 你目前觉得你的准备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还不够，我觉得还差挺多的，就是这东西要熟练到可以张口就来，没有任何的顾虑，其实就是练，但是练得不够，但时间还挺着急的。
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少年们带着些许疲惫回到了宿舍。这衣服简直太好看了，这不真的，是挺好看的呀。合作品牌寄来了新品，大家按照喜好挑选自己的衣服。选的什么颜色？橙色。这橙色能不了解。你要看吗？对。放下。为啥呀？你放下，我先说两句。哎，学我们。哎。这是在北京毕业的，北方。因为有的时候北方地暖嘛，就是会，它是室温暖，然后有的时候不会很热，因为就可能还是很冷，然后一般都是会在客厅里，就是在卧室里，每个卧室里放。嗯，第二天睡了。我没有睡。明显。11:30了。那去哪？很自觉啊。就是你的呢，嗯，好的。早点休息啊，帮你把灯关了。谢谢啊。大家期盼已久的首唱会进入了紧张的彩排阶段，多日的努力即将到了接受检验的时刻。兴奋又紧张的出道日，少年们早早的到现场做准备，只为以最好的状态与大家见面。在现场的每一位，在现场的伙伴。
的是为你。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没办法讲出来，我到底有多感谢或者多开心。其实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颗小星星。对于少年们的出道，他们的家人其实也有一些心里话想对他们说。儿子，今天是你们出道的日子，我和你老爸老哥都非常高兴，有几句话要叮嘱你。这几年你进步很大，这些进步离不开公司对你的培养，离不开小伙伴的帮助，更离不开粉丝的支持。当然你自己的刻苦努力坚韧不拔是你成长进步的基础。儿子，你选的这条路很艰难，你记住，所有的成功都是艰苦奋斗换来的。你要做一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懂得感恩的好孩子，不辜负爱你的人对你的期望，团结你的小伙伴，共同努力，让时代少年团有个辉煌的前程。儿子，你一个人在外，爸妈很牵挂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有时间多给妈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你要是累了、倦了，你就回家来休整一下，妈妈想你。双十一你们的演出特别棒，这是个很好的起点，祝愿时代少年团越来越火，让更多的人喜欢你们，加油儿子。别人说，勇敢，怎么勇敢呢？其实勇敢就是在那些你自己觉得很难受的事情，但是即便再难受，你再不愿意，你都要想着法子去整。我觉得这就是。我真的很感谢他们。